刘德华右手搂林志玲，左手搂张静初，大庭广众林志玲的手在干什么？刘德华右手搂林志玲，左手搂张静初，大庭广众林志玲的手在干什么？这可能是刘德华最尴尬的一组合照了。刘德华抱住林志玲和张静初合影，夹在中间的刘德华莫名显得自带喜感，他的手放在林志玲的腰上，莫名显得刘德华越发矮小。还是张静初跟他比较配，在刘德华面前的林志玲更加显得像个巨人，跟林志玲比起来，张静初显得正常多了。第一张图注意林志玲的右手，没想到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，看看林志玲的右手现在放在哪里了，死死地压住刘德华的右手。话说刘德华的右手是搂住自己的腰，为什么林志玲的右手如此不老实地吃起了刘德华的豆腐？再来一张放大的图片，很明显林志玲的右手跟华仔的右手重叠在一起了。再看看右边的张静初，一直老实地保持双手交叉在一起。林志玲是介意刘德华搂自己的腰，意思要自己叉腰呢，还是要明显地吃刘德华的豆腐呢？不管如何，为了刘德华的面子，或者说即使是天王，志玲姐姐你这样直接不太好吧？你们怎么看？刘德华右手搂林志玲，左手搂张静初，大庭广众林志玲的手在干什么？